即係頭先咧，牧師咧為我禱告咧，真係感覺到咧神咧令啊，即係我裡面啊俾我輕飄飄，即係我覺得好，即係當你講愛耶穌嘅嗰刻咧，我好開心啊，即係我心裏裏邊好開心，笑翻出嚟。啊！你試下你而家閉埋眼，大聲呼叫耶穌。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嗱呢个就系神嘅喜乐啊，喜乐油代替悲哀啊，系咪啊？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啊！嗱，但系我想讲，我哋随时可以收制嘅。嗱，我可以为人祈祷，嗰个人充满喜乐，但我一啲都唔笑喎。点解咧？呢个就系话。我自己在神的聖靈恩膏，但我不笑出來，放鬆了，呼叫啊，耶穌，多謝耶穌，耶穌，多謝你啊，耶穌。即是那個人被祈禱可以即時有喜樂，但是我自己可以完全不笑出來，但是帶著聖靈的恩膏，好不好啊？非常好啊，感謝耶穌啊，剛才有幾個有喜樂的，舉手啊，你看看，有幾個感受到喜樂的，感受到喜樂的。覺得同埋互相祈禱感受到能力嘅平安嘅輕鬆，舉手。但原來神俾我呢個權柄喎，用唔用啊？用唔用？你可唔可以帶多人信耶穌啊？可以。將來天堂會唔會一陣人你帶去㗎？要咧。嗱，點解咁容易？我想講一樣嘢。譬如你有冇聽過啲戀愛故事？一個咧追一個，不過另一個冇興趣，係咪好難啊？咁樣神，係咪好難啊？但如果對方又好中意佢嘅，成日等緊佢嘅。已經暗戀咗佢好耐㗎啦，然後呢一個一表示話對對方咧係有興趣嘅時候，係咪好快啊？嗱，我想話俾大家知，神暗戀咗我哋好多年㗎啦，喺我哋未曾出世啊，喺創世之前啊，神已經愛我哋㗎啦，係咪神已經係愛咗我哋好多年啊？等緊我哋好多年㗎啦，然後最後我哋神咧叫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，喺呢個世界上出世，咁咧神咧就因為好愛緊我哋，你未信耶穌，神愛唔愛你啊？神都愛你嘅，所以神愛咗你咁多年。好多人就以為神咧好難得到嘅，其實唔係嘅。神係成日都想祝福我哋，神係好容易得到，只要你嘅心好純單純。我有罪，我需要耶穌赦免我，我需要耶穌救我，我需要耶穌祝福我。我係謙卑嘅，我乜嘢都冇嘅，係神俾我嘅，唔係我有咩特別嘅。我願意侍奉神，我願意行神嘅路，我願意祝福人，神就喜悅你。神知你嘅心嘅喎，我想問下你。你能不能說你的心裡面真的很單純愛耶穌，是不是？因為我想為了利益啊，我想為了什麼好處啊，你是想哪樣啊？單純。單純。單純。你單純，你保持單純，不要只是現在單純，有些人現在就單純了，回家呢就鬧交的了，又忘記了的了，又猛掙怒吵的，你何時都單純，何時都單純愛主，見到人就祝福人，就不要想著這個人，我真的生氣他了。呢啲説話一啲都冇講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就發覺神係好容易親近噶，係咪啊？我哋成隻先幾快係咪啊？快唔快啊？嗱，你唔好話哦，咁啊祈禱得啦，咁啊得噶啦。嗱，我想話唔係日一次噶，係日日噶，係一日好多次，日日咁樣親近神咧，你就越嚟越強嘅聖靈嘅同在啦。咁你隨時祈禱，隨時人即刻經歷。嗱，首先按手祈禱，你都發現喎，一按手即刻就經歷，同埋有啲未按手啦，幾多周圍已經經歷嘅咯喎，就係神嘅恩膏喺我哋身上。你想想係咁樣啊？你成個屋企係咁，成個教會係咁，係咪好好啊？感謝耶穌，多謝天父。